是足够压倒对方的证据，证据的来源、渠道、产生方式、形成过程，质疑证据的合法性。从案件事实的逻辑和证明力上说明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，和对证据的原件、对证据的签字啊、印章啊、纸张年份等申请司法鉴定，从而否定证据的真实性。只有从证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关联性出发，通过证据程序干预推翻对方的证据，我们的案子才会赢。反复强调自己有理，但官司却输了。归根结底，打官司只有理是不行。但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关键是要看证据是否完整。有理还可能步步艰难，如